啊，一辈子多读圣贤书，多向圣贤学习，很不错。啊，相思为重人，为什么没有根？现在扎根难，不是不能，很难。啊，扎根是母亲的责任。但是现在做母亲的人不同，疏忽了。那从哪里开始扎起？从怀孕开始，胎教，教孩出生，1000天就是3年，这是扎根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没扎根，就是没有根了。3岁以上不好教了，他已经学坏了。啊，从哪里学的？从见闻觉知里头学的，他所看到的，他所听到的。他所接触到的都是真实的教材。啊，那么他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都是自私自利，都是名闻利养，都是财色名利。他看的这些东西，所以通通被染污了。啊，每一天他在学习，那是电视，是网络。电视网络教些什么，他全会了。啊，圣贤东西、祖宗东西一无所知。根本就没听说过，啊，所以他的人生观、他的价值观，当然会有偏差，啊，当然发生问题。那么这种偏差就造成社会动乱，啊，地球的灾变，影响的严重，我们现在已经深度的体会到了，大家现在慌了，着急了。怎么办？用什么方法能恢复正常？学佛的人是很幸运的人。啊，真正把佛经看懂了，我们就得救了。为什么我们放下了，不干了？万缘放下，一尘不染。好，今天我们唯一的希望，希望获得诸佛功德，希望获得像佛一样的智慧。我们走佛的这条路，佛路是清净心，
平等心，是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正而不邪是平等，静而不染是清净。我们真正走这条路，